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真正提高身心卡的几率。这个方法可以把几率提高到 20% 以上哦。别忘了点个赞哦。首先，我们各用102张卡片来测试两个账号。第一组先用每次的6抽，这完全看脸及运气。快转节省大家的时间。一次6抽的，我在102张中中了20张，几率是 19.6%、官方的确是有提高 到 18% 以上。现在我们进行另外一种抽卡的方式，就是一张张的抽。如果第一轮的6张都没有中，那么下一次的6张中一定会有一张身心卡。6中1的几率是经均等的。快转，节省大家的时间。你一抽到身心卡就换下一批。经过抽102张之后，你知道我抽中多少张身心卡吗？一共24张哟，换算成几率是 23.5%。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提高你的抽奖几率哦。この力を合わせれば地上のすべてを征服し王になれる。别忘了点个赞，谢谢。